嘴巴是用来亲的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不是用来欺骗你的，你敢不亲我的？今晚上我闺蜜叫我吃喝酒，晚上我就不回来了，别给我打电话。又要出去喝酒啊？我。你去哪里喝酒啊？晚上我来接你。去人家的事，少打听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来接，和家人一起其乐融融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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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有人啊！有！哎呀！哎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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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。我真是受够你了，以后我睡我的沙发，你睡你的床，咱俩饮水不犯河水。你说呢？我说呢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行。我告诉你，以后这个位置我要是不同意谁也不行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嗯，咱起床了吧？起床干嘛呀？这么冷的天，躺着吧啊！你说这么冷的天，要是把我们冻感冒了，不得吃药，不得打针呀，说不定好几百就没了。你看我们在床上躺着，暖暖和和的，这不相当于省了好几百吗？你说咱们不仅要会挣钱，还要会省钱，是吧？最主要的是。还能培养我们的夫妻感情，嗯，老婆，还得是你会过日子呀！哎呦你妈！外面的女人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不好玩的还玩？好玩。好玩的也不能玩嘛。嗯。男人是怎么变穷的？有人出了轨，吸了腿就会变穷。哎呦我的妈！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有完没有啊？刷牙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咋的了？壮壮怀孕了。咋？怀孕就怀孕呗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他两口子要孩子要五年都没怀上，自从上次上咱家住了三天，回去就怀孕了。我刚开始还挺为他高兴的，可是后来我越想我越不对劲儿。那有啥不对劲儿的呀？你看看啊，你哪个闺蜜来我家之后回去不都怀孕了吗？是哈，那老公你说咱家也是块风水宝地呀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你说以后我要是有哪个闺蜜再不怀孕，我就让她上咱家住两天，你看行吗老公？那有啥不行的，媳妇儿都是朋友，好好处呗。哎呀，我那屋太冷了，还是你这屋暖和。今晚上我在你这睡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在我这屋睡，你拿被子干什么？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？被盖千层厚，不如肉挨肉。这样，你把你这被子送回去，今晚上我搂你睡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行，那我去了。哎。
哦哦啊啊哎呦我的Hello? Yeah, come, Sherbin. It's harder? Alright, shine out harder. Well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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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 run through skiff on. A hosen. You have a lifter? Yeah, clock rosen, clock chippers, clock kilogram. Yeah, a husmer, a mirror champagne, harder, it's just Jazam. Doc harder? Gosh, Mary's harder, it's just wonder. A toad mansion, concupious shit.It's a what is Chibrel? Call it Chibrel. This runner, cock uncle Zala Ziller. Show harder. Hey, hey, 同志，现在播送紧急通知，因为这两天天气比较寒冷，气温持续下降，为了不让大家寒心，经村委会研究决定，凡是有两口子不睡在一块的都得要睡在一块，不管你夫妻分居多少年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团圆，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，所以夫妻要恩爱，夫妻恩爱暖被窝，不动手来不动脚，不管你有温水带电热毯也没有两口子的被窝暖。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有举报两口子不睡在一块的，一旦查实，我们要严肃处理。特此通知，通知播送完了。啊！我来接。有人。里面的那个石头又臭又硬，有人咋了？我问你，睡觉吧，粪坑。睡觉吧，石头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咋的？又在看别人家老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穿个黑丝穿个吊带裙吗？以后再看，我把眼珠子给你挖掉。你服？你还不服？以后再看别人家老婆，我把别人叫到你家来看你老婆。哎呦我的妈！最后转眼，哎呦我的妈！